你回来住算什么事儿？妈，您平常不是老说要让我多回来吗？现在我回来了，您倒不乐意了。现在你男人的诊所开起来了，您这会儿撂下林家一大摊子事跑回娘家来，人家会说我们国家闲话的。可是您现在生着病，大姐也受伤了，我回来正好可以照顾你们。林家是把你赶出来了，还是把你休了？ 二妹，你平时是最不用我操心的，怎么现在越来越不懂事儿了？妈，这布店关门以前，二妹经手的那些账我都还没理清楚呢。这二妹回来，正好帮我理一下嘛。这账要理清楚啊，二妹可以回来，但不能住回来。 五哥，二妹，我给熬点莲子汤，给你消消暑。看我这儿一个病人都没有，我还自己先补起来了。我觉得你的门头上不该光写着西医，中医你不是也行吗？在门头上加上中医嘛。对啊，嫂子说的对啊。不用，我觉得一个新生事物，大家接受它肯定要有一个过程。 而且我不想自己的诊所办的一点特点都没有，大家了解了，自然就来了。嗯，好喝。那你多喝点，我走了，我还要洗衣服去呢。那你别太累了。嗯。哎，你不是说要陪二妹去河边洗衣服吗？没去啊？ 我那只是随便说说，平常不都是他去洗的吗？那你多那一嘴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连话都不能说了。啊，你说，我呀，就是心疼二妹。哟，心疼二妹，就让我干活，想把我累死啊？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以前都是你干，不也没累死吗？ 现在不是家里人多了吗？这人多呀，你更应该帮着干点儿。哪有你这样的，把妯娌当丫头使？哎，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那么难听啊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你，哼，哎呀，你多贤良淑德，温柔似水呀。哎。 你去哪儿啊？大哥来了。哎哎，还是没有病人啊。坐，行，倒杯水。哎，不用。你先出去。你这开诊所没有病人不行。 这样，大哥给你出一主意。你呀，花点钱，雇些人来装病人，先把这诊所人气儿搞得好一点。你老孙家饭馆开张就是这么干的，把我也请去。当然。 我不能要人家钱，你大哥不是那种人啊，我就喝了顿酒。那不是骗人吗？这怎么能叫骗人呢？人家饭馆现在生意不是挺好的吗？这叫攒人气儿。这个我做不来。来不来的你？ 没生意啊，大家了解，可能需要一个过程。过程多少？你总得挣钱吧？这房子不交房租，你一来，哗，
这房子就盖好了？这些我都知道。开诊所和做生意是一码事，得有本钱，没本钱怎么做生意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！今天我得收房租，啊，刚才说那些都是为你好。你还行，你有钱就行。房租我让二妹带给他家里去了。给谁啊？不知道。哎，国家救过一个男人，你不给我，给谁啊？啊，你去问问你妈吧，可能二妹已经给他了。给他，我不知道。你得给我，你不给我，你我。郭大少爷，啊，一里外就听见你声音了。反正今天没钱了，他把房租都给我妈了。哎，郭明轩，你还算是人吗？反正没钱，过两天有钱再说。不行，你老拿房租宿舍，该交房租了你又没有了。是朋友不？哎，啊，算了，他欠你多少钱？对，五哥是我二妹夫，他有钱。谢二妹夫，你跟他，你郭明轩，二妹，又忙呢。啊，大哥。啊，哎，你大嫂没下来帮你啊？啊，大嫂她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？啊，那你忙吧啊。哎。妈。嗯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刚才你婆家来人了。福贵的病好了吗？没有，你坐吧。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嗯，大美啊，你要坚强些。昨天晚上10点多钟，富贵死了。其实这也是好事。你要真嫁过去了，富贵病了你怎么办？他要是死了，你不还得守寡吗？刚才富贵家来人说了，这婚事就不提了。要不妈再找孙阿娘跟你说一个。妈，我不嫁了，我陪着你。这傻孩子，不许说傻话，别哭了啊。五哥，今天肯定会有人来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又回去当船工了。我们船老大找了一个老中医在给他看病。你想回去了？不是，梦是反的嘛，梦里面是看中医，现实里肯定是西医。借您吉言。五哥，孙二娘，二妹晕倒了。怎么回事？她在河边洗衣服，突然间就晕倒了，被镇子上的人抬到你家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五哥，我跟你去。不，诊所必须有人，听见了吗？来了人你不在也不行啊！哎呀，快回去救人吧！诊所不能随便关门啊！二妹，五哥，我没事儿。还没事儿呢？你记得你是怎么回来的？
记得我恶心想吐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。那你说说，除了恶心想吐之外，有没有什么别的感觉？我头晕，还有，你自己哪不舒服也说不清了。大嫂，能让二妹自己慢慢说吗？你让二妹说呀。大夫！老三，大夫，怎么了？哎，慢点，躺下，疼了，疼的快不行了。哎呦，大夫不在啊，他老婆病了，回家了。那赶紧去叫啊！那你们找中医看吧。看了，陈曼给老王药喝了没用，没用才来找你们的呀。快去叫啊！那你们等着，我去找大夫。快点，哎呦！你可能是怀孕了。哎呀，是真的吗？我怀孕了？可能。五哥，怎么了？五哥，来病人了，是船老大，肚子疼得直打滚，看了中医没见好，来找我们了。五哥，你去吧，那是你的第一个病人。去吧，好吧，那大家好好休息，我看完病人马上回来。走。这五哥连个轻重都不知道，自己老婆还在这躺着呢。孙阿娘，您别这么说，他的诊所开张一个多月了，这是他的第一个病人。大还真动刀了，怎么没声音了？哎，真厉害！这真厉害！出来了！大夫，那老大怎么样？没事，他是盲肠炎，还好你们送的比较及时，要不然就会有穿孔，会有生命危险。那动刀子真的没事？不动刀子才有事吗？我给他打麻药了，一会儿他就会醒过来，应该不会有事。这样你们通知他的家里人过来照顾他两天再送回去，放心吧。小伢子，喝点水，给，小心烫下来。哟，婆婆，来，慢点，坐这儿。就是有点血压高，一会儿啊，给你开点降压药，问题不大。来，加点水。啊，五哥说又把房租交给你了。交了。那还是按以前的数啊？那多少是有契约的。这契约得改呀。现在诊所红火了，看病的人又多，五哥也挣了不少钱了吧？不能按以前的数了，得涨价。明轩，咱不能这样吧？那前两个月五哥也没有病人，不也一样把租金交给我们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没病人呢？还不是你说的。我说的也不行啊，现在不一样了，那病人都排队了。排队好啊，那说明大家都相信五哥了吗？反正不行，你要掰不开脸我去说。明轩，五哥是谁呀？那是你妹夫。我妹夫也不行啊。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。行了啊，我知道去说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二妹这两天就要生了，你可别去捣乱，听见了？知道了。二妹，看，是女儿。哎呀，我的小宝贝儿啊，我们总算出来了。
像二妹。真不好意思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五哥，生了吗？生了。是男是女啊？女儿。哎呦，恭喜恭喜了。那行，今天是我这个大喜的日子，今天看病啊，拿药都不收钱了。谢谢谢谢。师傅，把我那外套拿来。哎，好嘞。五哥，孩子长得像谁呀？太小了，看不出来。哎呦，他有几斤重啊？七斤。太好了，你们都别急啊。哎，都喝水啊。水火，哎，你听我说啊，这关门一个月呢，你把门给看好了，每天打扫一次卫生，别让人进去了。五哥，诊所现在正是红火的时候，镇上看西医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关门一个月太长了吧？现在女儿最重要，一生就这一次，我得陪二妹把月子做完。一个月太长了？我觉得不长，用一个星期帮帮忙可以了。诊所谁开的？你开的。那是不是要听我的？可是五哥。那别再说了，再说就走人。你知道吗？儿女在家，我根本没心思看病，就算看也看不准，担待点啊。谢谢，跟姥姥笑笑。嗯，还是妈抱孩子姿势最像样的。嗯。哎，这大外孙女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嫂给起的，叫宝华。宝华，嗯，像城里孩子的名字。其实名字啊，就是一符号，叫顺了，叫什么都一样。五哥，孩子没满月，按老理说呢，这娘家人是不该来看的，你不介意吧？哦，我这没那么多讲究。妈，你说宝华她长得像谁？大嫂说她长得像我，可大姐说她长得像五哥。嗯，说的都不对。那您看她像谁呀？像三妹。哎，你们可没见过三妹小时候那模样啊，宝华跟她长得就是一模一样。我刚进门的时候还吓一跳呢，我说哟，这外孙女长得怎么和我们三妹一模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？妈，您不是说不让我们提三妹了吗？哎，好好好，不提三妹。三妹，还是我们外孙女好。悠悠，消了，消了。来，大家都出来透透气，晒晒太阳，紫外线可以消毒，晒足了身上还有力气。队长，哎，消炎药已经没有了，还有两个伤员在发烧，那就勤换着点纱布，保持伤口干燥。是，来坐这儿。小鱼，跟我来一下。嗯，好。跟我去清点一下剩余的药品。肖队长，郭干事，我有事找你，你先去吧。什么事儿？赣南特区前线急需一批药品，需要我们支援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能调配出多少？我的郭大干事，我不找你要药品，你反而倒过来跟我要药品了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卫生队半月前就已经没有应急药品了。誓师大会刚开完，马上就要上前线了，我们还正为这事犯愁呢。如果发现什么情绪上的波动呢？报告。哟，是郭干事来了。夏导演，那我们回头再谈吧。行。笑什么笑？快坐。没有影响你们吧？没有没有，坐。你那边工作情况怎么样？士气还可以。就是卫生队奇缺药品。没有药品的卫生队就是个摆设，而且赣南前线还要我们支援药品呢。可这种情况可能还要维持一段时间。轻伤的送来就是管顿饭吃，重伤的就是在卫生队等死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恩辰，我们要想办法尽快搞到药品。你先别急，你反映的情况上级都知道，他们在想办法解决呢。要是五哥在就好了。他在能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一样没有药吗？起码五哥认识草药，而且也懂得怎么处理伤口。
现在卫生队的同志拿这本草药手册，可是看见了还是不认识。他要来早就来了，你不是还动员过他参加新四军吗？我只是假设，五哥在的话，还能帮我培养一批战场救护员，哪怕只是非常粗浅的救护常识，也可以挽救战士的生命啊。可事实是他不在。三妹，五哥不是一个革命者，咱们不要抱什么幻想了。哟，五叔回来了。虎仔，去把这鱼给你妈。好。买鱼了，家里还有剩的呢。鲜鱼熬汤才好，明天啊我再去买些藕一块熬，要营养均衡的补。闺女睡了。嗯，喝了奶，刚睡的。真好。只要你身体尽快恢复，闺女没病，我就什么都放心了。还有几天就出月子了，让别人伺候了一个月，心里还真不踏实。还好马上出月子了。怎么了？刚刚不是去买鱼吗？他们说日本人打到徐州了。啊？伺候媳妇和孩子，天底下这么好的男人啊，除了咱林家，确实找得到。老花，嗯，你干嘛？叫爸爸是吧？叫爸爸。啵儿，快叫爸爸。他要真能叫出来，就成神仙了。怎么不能叫？我们宝华就是小神仙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叫，你看。哥，你成天这么逗着女儿玩，就没个够吗？没个够。我不说了吗？这个月要把你和女儿照顾好。我不用你照顾，有什么事儿大嫂在呢，你还是回诊所吧。不行，我不说过了吗？以后啊，时间长了我可能管不了，但这个月我一定要管，要不然我一辈子不安心。五哥，行了，别再说了，没几天不就回诊所了吗？五哥，五哥，五哥，对岸用船送过来个人，抽了。什么抽了？说是喝错了卤水，浑身哆嗦。人家听说咱们这有个神医，是专门来找你的。现在人在码头上停着呢。啊。五哥，快去吧，救人要紧。好吧。这样，你先把那人抬到诊所去，我先过去准备一下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嗯，宝华，爸爸去了啊。宝华，乖乖，真没见过像五哥这么重感情的人呐。笑笑，宝华。嗯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大碍。谢谢谢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没事。那个水火，来，病人你让他再休息一会儿，然后一会儿他要醒过来，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可以回家了。哦，好，好吗？好，我先回去了。嗯，好，好，谢谢啊，没事，放心啊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您找人啊？诊所歇业了。三妹，是我。你没死？我没死，顺便回来办点事儿。太好了，快进来。
五哥，在这儿开了诊所啊？你们家的布店不开了，租给五哥了。他还好吗？好，五哥很好，五哥都有孩子了。有孩子了？他结婚了？跟谁？诊所都开到你们家了，还能有谁？二姐，五哥以为你死了，所以三妹。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五哥的助手，我给他开门。五哥，他们什么时候结的婚？你死哦，不，你走了不到一个月吧。后来发生了好多事儿，说来话长。我家里人，他们还好吗？郭老板去世了，郭太太还有你大哥大姐都在呢。哦，对了，你大哥也结婚了，他们都挺好的。三妹，三妹，真的是你啊！大姐，是我，没吓着你吧？没有，我不吓着了，吓着了。我还活着，我没死。我们知道你没死。你不是当新四军了吗？你们知道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那水浒他怎么不知道？啊，是五哥告诉我们的，说你跟恩纯在一起。你见到水浒了？嗯，他以为我死了呢。是妈不让告诉外人。来，快进屋说吧。来，妈，你不是天天挂念着三妹吗？她这不好好的回来了。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妈，你别叫我妈，我不是你爸。你害得我们国家在镇上头都抬不起来。你爸这么疼爱你的，你把他活活的给气死了。我们国家没你这样的女儿，你赶紧走。妈，您别生气了，这三妹回来不是就是给您认错的吗？我不要谁给我认错，你还站那干什么？你还不快走，你走啊！你不是会跑吗？你跑得远远的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妈，我对不起您，对不起爸，不过我选的路没有错。大美，你还愣在那干什么？赶紧把这个不孝的子孙给我轰出去。妈，你也不听我的话了是不是？你们翅膀都长硬了，他气死了你爸，你是不是想他也把我也气死啊？姐，你别拉我，我自己走。妈，你保重，我走了。三妹，三妹，三妹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，你可千万别怪我啊！我不会怪你的，大姐。可是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如果当时我不逃走，我现在会是什么下场？都过去的事儿了，咱不说对错。要不你今天晚上先睡我屋里。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我还哪有心情吃饭呢？你上去吧，我走了。哎，那你现在去哪儿啊？大妹，你给我回来！妈叫你呢，你上去吧。那你现在去哪儿？
我想去看看二姐。三妹，你知道吗？五哥跟二妹结婚都有孩子了。我知道。那你还去？我又不是鬼。妈，哎，三妹走了，走了，找二妹去了。嗯，这孩子，他就这脾气，从小啊就被你爸惯坏了。他呀，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要不，我现在去把他叫回来。不用了，叫也没用。他就这么个脾气。啊，是福是祸，是祸也躲不过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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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宝啊，乖了，宝真，好，好了，不哭，哎呀，乖了，宝宝，看，五哥，你看他呀，他老张着个嘴，他是不是又饿了呀？不是刚喂过吗？对呀，宝宝，妈妈刚喂完你，你怎么又饿了呢？五哥，去敲门，我去看看。二姐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来看看你们。来，快进屋坐。来，进来。三妹，你这几年过得好吗？在哪儿当的兵啊？我挺好的，我们在文山一带。我和恩辰都是新四军，我们两个在一个部队。哎，你别愣着，去给三妹倒杯茶。哦，我去烧点水。来，三妹坐着。宝宝乖，来，三妹，喝点茶吧。谢谢五哥，该叫二姐夫才对。你赶紧坐吧。我走的这段日子。变化真大，爸走了，而你们有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儿。妈说，宝华长得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妈不肯原谅我，让大姐把我给赶出来了。那你就先住在我这儿，明天我去跟妈说，你先忍忍。明天妈的气儿就消了。
谁是林炳坤？我是林炳坤。我们是镇公所的，听说你们家来了共产党。没有啊。哦，她是郭家三妹，我媳妇儿的妹妹，也是我们西门镇的人。我们找的就是她，郭三妹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我是新四军，看你们谁敢动我。何必这么紧张嘛？我们只不过是想请你过去随便谈一谈，问几个问题，马上就让你回来。你们无权拘捕新四军的人，如果你们非要来硬的，那我们就两败俱伤。不去就不去吧，何必发这么大火嘛？请你们回去吧，别妨碍我执行公务。好吧，我们可以走，但是我警告你，郭三妹，回来看看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打什么鬼主意，如果让我们抓了什么把柄，我绝对不客气。走。三妹，你真的是共产党？我看他们不怀什么好意，你这么待着不安全，得找个地方躲躲。没关系，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期，国民党暗地里追杀共产党，可是表面上他们还不敢怎么样。你为什么回来？二姐夫，我想让你帮我搞一批药品。什么药？战场上的急救药。啊，这也没问题，要多少？越多越好。我没想到你们还在西门镇上开了诊所，这次我算是回来对了。你就放心吧。买药的钱，我身上……啊，别说这个了。二妹，这钱我们帮三妹贴上怎么样？你问我干嘛？这个家是你当家的。谢谢二姐、二姐夫。啊，别太客气了。我是替新四军谢谢你们。啊。我去收拾一下客房，你们聊。这两年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不给我们来封信，我都要你去参加新四军，你也没去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想带你去上海。什么时候？就是你从家跑的前两天。我在你们家外面转，鹌鹑那天也去你们家了。到了上海，我们就是难民了。二姐夫，参加新四军，跟着共产党，才是我们的出路。我有宝华了。
来不及带我一长发，告别吧，甩不掉的惆怅，来不及换你一片安详，残乱的是树叶不断零散落下，绝望的看春天生出白发，身在远方，所有向往就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在微笑，又放不掉微弱的心跳，来不及挡住寒冰的侵袭，来不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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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